大明宫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进行遗址发掘的，已经发掘70多年了。那个博物馆里面有很多值得看的东西。突然对要去的地方充满了敬佩和向往。有经验的考古工作者呢，就会根据泥土的颜色与质地，判断下方会不会有遗址，会不会有埋藏物。他就直接插，就是伸进去，然后提上来就行了，是吗？对。哦。像春秋时期呢，这就会看到一些青铜器。这个还蛮妙的，好酷啊！这真的无从下手啊。你再告诉你要这么播，我们现在都这么惨。哦。哎呀呀！这不是盲盒吧？这个是。谢谢系主任。去吧，今年毕业有望。挖到不代表能毕业。来，我们可以来。这是啥呀？到底？还在刨这个。什么？怎么了？老孔，哎呀，兵马俑啊！哦，厉害！哇哇！谢谢系主任，哇，恭喜！哇，这什么地方？这么大？天哪，这也太真实了吧？对，这么我感觉我像那种就是神仙，然后来视察一下人间。天哪，那个是不是于老师啊？你好，你好啊，你好，你们好，老师好，终于来了啊。我们为了见你太不容易了。咱们这儿是哪儿啊？现在这是我们大明宫遗址的一个微缩模型。哦，这是我们还有一个需要我给你们签名是吗？签个名，签个名。好的。哦，于春老师，于春教授，谢谢。哇，字好好看。哎，谢谢。哇，谢谢谢谢。谢谢于老师，好，再见，好吧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欢迎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我们去了那个微缩景观，景观，这么老大一个，因为它确实范围很大，很大，红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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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了，这么值得藏东西的一个地方，都是红色，没有，我甚至看不到红色，红色红色，那边有个红的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放最大，百倍变焦。哎，红色哦，不对，那是金晨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看，这儿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但是怎么拿到它呢？文静，要不然我帮你吧。当然不用。你是要上这儿是吗？对。哦，那你去吧，我帮你按着吧，我帮你按着吧。一呀嘛一呀嘛一呀嘛一，一把狼枪交给我。哎，我晚了一步。我觉得以他们的脾气，之前他们就把线索藏在垃圾桶旁边，我要去翻垃圾桶了，我不管了。Nothing。那个是吗？哇哦！
摸清楚你们的套路了。你又在垃圾桶里找到了一个啊！贼兴奋，这是啥呀？天宫啊！我先急个试一个吧，我觉得得试一次。好，但是张嘴就一定要对，我肯定对。你确定啊？我确定。不对，我真的把张纸吃掉。西安兵马俑，西安兵马俑。总算有一个章了，至少不是光板。当你背上行囊，从此一个人走，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只是一场游戏。是多少数字？什么？你先说，告诉我你数了多少？你数多少？十八，接近了吧？你看，嗯、是多少？十九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数的十三，他数的是十三。哦，对，我数到十，我数十八。然后我跟到下一个就不知道了。我跟雅雅传递的应该还算准确。你我看，抓蝴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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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十八吗？嗯。你会懂吗？抓蝴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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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懂。抓蝴蝶，抓蝴蝶，抓蝴蝶。他就设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为基数，他抓了一个一，再抓一个八。他如果看得懂，我把头剁给你。哎呀，这都是年轻人的游戏，没关系的。来，你为什么来跟我说呢？不敢说龙哥。上楼走，不，我不去，是去隔壁老化，跟我去老化去。是牙牙是吗？没准牙牙懂。我知道，我猜出来了，你那个，因为抓蝴蝶，抓抓抓抓抓，最后的两个。你看，他猜的是十九，龙哥，十九是对的。不是十九吗？十九是对的，你可以的。摆动。好嘞，准备啊！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。一二三四五，没有一次准的，还在笑话我，显得你多聪明的样子，哼，小丑就是你，你摇得太快了。一二三四，送我去老花市，你是应该去的，挺好的，很稳定。You what？时间稳定它也是好的，就是稳定之后，我只要算出它的误差，把它调过去就好。哦，这里是往下。真的，我现在心跳加速。天哪，这有点太吓人了，这。峰哥，别动！别动！别太大动作，有点吓人。这一段真的有点吓人，我的天哪！来吧，小丁丁。人生如雾亦如梦，缘起缘落还自在。江城外送不肯夜归舟。他只能工作五年，他实际工作了多少年？现在已经四十五年了。四十五年？对，不是多了四五年，是四十五年。他比如说二五年，他退休与地球失联之后，他会怎么样？失联后，他就会变成流浪的，从旅行者变成流浪者，是有一点点。哎呀，好孤单啊！你这一说，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可能我们都不在了，他也都还在持续的在往前在推进，在走，在走。眼泪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辛苦了。希望他在两年之后的退休生涯里面也能过得非常好。虽然即将和旅行者告别，但承载在他上面的优秀人类文明，依然还会源远流长。
我这一次体验就觉得说，他们其实不仅仅是字面的考古这两个字，他们背后也是有血有肉、有情感、有自己的冲劲和热血，还有使命感的一群活生生的值得敬佩的人。